就在你楼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看见你屋里灯亮着，如果你要不见我，我就一直在这不走。你上来吧，我不给你开门。不应该贸然去找魏国强，不应该把他带到你的身边。可是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希望你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，享受家庭的温暖，享受爱情的甜蜜。我希望我能打开你心里的结，我希望你能接受，我希望我们俩能在一起。其实我去见明明之前我就查过，精神病直系亲属的遗传几率高达46.3%。七点，你说我会发疯吗？你不会，老天爷都让你清醒到今天，他不会夺取你的明天。可是我妈就是后来发的疯。这不一样，你妈妈跟你不一样。她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女人，她没有见过世面，她容易受到刺激。不能心存侥幸，不能结婚，不能祸害别人，更不能生孩子，不能祸害下一代。反正我这辈子从头到脚就不会幸福了，最好从我这断子绝孙，绝了这个基因。安迪，我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，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？或许你就是没有携带那个基因的那个幸运儿。对了，你还有明明要照顾了，你有责任，你不能自暴自弃。对，我该多挣点钱。设想今后的每一天，我都需要人照顾。我需要为未来的每一天都多挣一点钱。安迪，就多挣一点钱。安迪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离开我吗？我不同意。你答应了我的求婚，我不能再放你一个人了。可是我外婆、我妈，还有我弟，都发过病，我可能随时会生活在我发病的阴影里。这样的婚事，你父母也不会接受。没关系，我跟他们不说假话，只说有限的实情。是你的情况是很特殊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。或许他们会不接受，那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是成年人，生活是我们自己的，最多他们也就心里有个疙瘩，影响未来的相处。与其这样，那我们为什么非得要强调这件事呢？这是善意的隐瞒。可是孩子呢？我还有孩子，我们随时都可能有问题。我不希望你活在这样的阴影里。我们可以不要孩子。这对你不公平。我觉得你可以跟魏国强谈谈。他身边一直有一个定时炸弹，而且这个定时炸弹会生出一大串的定时炸弹，他是什么感觉？七年，你不知道，他跟我说那段话的时候，那眼神的恐惧，那是真的恐惧，这么多年都无法淡去的恐惧。仅仅就因为这个，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不能害你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，我来就做了最坏的打算，我不希望你一再提起这些。
于事无补嘛，而且还让我觉得你就想离开我。我要听你的理由，我要听除了这个理由之外，这个理由之外的理由。看着你，我就像你魏国强和我那些不想想起的往事。你走吧。你说的对，我没法面对我自己，我更没有办法面对你。我不希望像我妈那样，把所有的人都陷进泥潭里。兰迪，我不接受你说的这一切，我不能放弃你的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，都白说了吗？我们是相爱的。我，兰迪，你跟我说话。兰迪，你不要碰我。Please。拥抱像是有了个缺口，我先回去。我只希望你别伤害你自己。我笑着摇头，像最初相遇一样温柔。当孤单成为我的朋友，又何必牵绊你的自由？你眼中泄露给我的剧沉默总好过喋喋不休，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，不舍得痛说不出口，怕没出声忍不住泪流，想问以后却说不出口，分手的话说不出口，怕听到你说我们还能做朋友。当孤单成为我的朋友，又何必牵绊你的自由？你眼中泄露给我的剧透，沉默总好过喋喋不休，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，不舍得痛说不出口，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流，想问以后却说不出口，分手的话说不出口，只剩回忆让我念旧，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，不舍得痛说不出口，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流。今天你来开吧，我有点不在状态。我基本上就是个本本族，我平时都没怎么开过车。我肯定比你更脏。我可能会跟魏兄分手。不会吧，小许他胡说八道的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。你们两个那么相配，跟小许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好像看着比我还惊讶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人一辈子无非是一路的失去，
天长地久这种东西，正因为难得，才被歌颂。习惯了也就习惯了，就像得了一场感冒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不会的，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我建议你们坐下来好好聊聊。没有误会，我们之间是死结。我今天就当没听过，我也不会告诉别人，但我建议你别放弃，好人应该跟好人在一起。